的好饱，突然好像有点困了。你咋了？大白天的。又来，不能睡，困了还硬撑。看看风景好了，可是为啥眼前越来越模糊？头好重啊，谁在压我？走喽，逛商场去喽，买好吃的去喽。黑色的悬崖吗？我有点慌，试试能不能绕过去。什么？这边也有？完了完了，我好像被困住了。咦，那是什么？快跑！吓死狗了。跑得快，要不然就被吃了。刚刚没看清楚，我要再出去看看。怎么不见了？难道是被我吓跑了？要不走近看看？算了，还是仔细观察一下。还好我站得远。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我先摇摇尾巴，表示友善。难道是人马兽？真是，打不过我还是跑吧。